现在就拆这个 iPhone X 的 CPU A11，然后看到可以看到这个胶是不是特别多哈、哦，然后等一下我们会在这个位置拆下刀拆 CPU， 然后先除边胶先，先把边胶除了。我们是用 D1 去除胶的，所以呢除胶的速度是比较慢，尽量去保护这个 CPU。然后除完两边，然后再除这一边。这一边的胶是比较多，胶出的差不多，那啊，准备拆这个 CPU， 我们就从这个位置，从这一个位置去下刀拆，和我们之前拆那个 iPhone 8的 CPU、A11 的 CPU 是一样的哈，从这个位置，从这个位置下刀。好，然后现在就开始拆了哈，然后因为夹具。那个重量不够，所以我们加了一块铁上去。然后我们拆的温度是310左右，
300亿。然后先上些汗流在周边了，先放汗油，好，然后开始拆了。吹到一定的时间之后呢，就从这里开始去滑滑这个滑这个 CPU， 试一下它刀片能不能进去。刀片给插进去的时候就向两边走，让它受热均匀，再把刀划。好，那这时候就起皮下来了。OK， 好，然后接下来的就是拆这个硬盘了。然后我们先，我们如果是拆的话，可以在这个螺丝孔或者这边的螺丝孔，这两边都是，它是没有元件在的哈。我们先出变焦。那然后我们就上汗油，啊，这时候我们选择从这个位置拆哦。从这一边，如果插进去的时候就滑动它 ，OK。